刚刚对，刚刚听说您是台中的这个中心福伦社摄影的摄影人，而且您是第一届的台湾生态，创会会学会的这个会员。是，然后又了解到说您在这一期的这个这个社刊里面有写到这个老树竹林救助志工团的活动报告，是是是，这是我发起的，是是是，有这样的一个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就是用水稻占地松土老树重现生机那所以想请你就这个议题来跟大家这个主要来源是这个技术是中兴大学的活动系教授，他有他的专长，是专业的一个这个物理疗法、有机物理疗法。他的这个理论非常简单，他主要是他对这个，他这里说我们不是在医治树木，我们是让树木的一个有一个好良好的生长环境。那根系发达之后呢，树木的症状，树木一症状，它自然有这个治疗、自我疗伤的这个机制。是完全不需要用药，不需要用药，不需要用大量的火去要用道具啊，要用什么沙啊什么，非常简单。比如说，我打个比喻了，人跟大自然都一样，什么都是有机体。人，我们要怎么来好环境？刚才有人就讲说，孟母三迁，找好环境。孔子说，以人为美，不找环境。人要好的环境才能够健康快乐啊，树木也要好的环境，那树木的好的环境是什么？就是它根系的这个土壤非常的松软，能够透气，又能够通水，又及时。这样的话，这相对要求就一定是能够树木的这个生长，对的。树木生长一样好一的话呢，它根深蒂固，那树木就健壮。根本我们。刘大人跟我们讲，世界上一个最老的都是9600。世界上也占对的啊，9600。他结婚那么久了，一直经怪这个温泉领导的那种气息清醒，他就屹立不摇，保持自己的意志。台湾好几个树木都是几千年的，都没有任何干涉，他已经活得好好的。只要根部的这个强壮的话。树木这种强壮，自然就能够克服这个外界的障碍。道在这里。那么刘教授他开发这个技术呢，主要是为了医治那个后里的泽明大山树。泽明是哪？泽明神树，有1000年大山树他因为要医治这个神木呢，这个没有。对呀、啊，就是。这个等一下啊，这是300年的啊，300年。它是因为要医治那个，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医治那个1000年的那个大樟树在后面，后面叶梅糖厂附近那个救起来了，其实树木那叶子枯了或枯黄了，它这个树干都是长开了。那个先开裂的了，然后那个树干在我就没有办法用。这个都是根系所以摔了之后，基本上无力自己把这个毛病的地方把它破掉，所以那么不到几十年就一定要死。那么解决之道，那又发展了一个水稻疗法，这是用强力水柱，它的压力是每平方公里285公斤的一个水力小数。那个土呢，那个水枪有的时候能够融化土壤，能排开那个石头，一直转到它最深，它1公尺到2公尺，最深达到2公尺，这样的话打下去，但是用水枪呢，刚开始会积水冒出来，然后最后这个水能消掉了，不会再冒出来，表示它们比如说经络已通了。这个这一块附近不会再积水，而且呢，它把这个当这个往下在穿刺的当中呢，这个树木说完，周围的这个环境的土壤不一样，土壤松软了，这样，
就是也许在这里，但打好几个洞，差不多一公尺那里打两三个这个线洞啊，这差不多密密麻打差不多几一两百个这个线，是非常简单。第二个呢，那一就是深层的疗法，第二个是用那个空气压缩机 compression 啊，用导管打到这个穿到这个组里面，大概20公分、30公分。然后呢，瞬间换气，换气完就很好玩，这个马上就一场应该后来再要附近的这个，先要把仓库里面放掉，我这是你讲一个道理，你说土壤的根啊，树的根呢，在土壤底下，它这个30公分那是它的这个，我觉得高运要给别人挖省道，它作用最大。30，你说是有多高，是更有多高，这是错误的，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啊！你看，美国的这个红木，世界最高120公尺，它的这个根是2.5米，啊，哎，速度要只能够撑得住，能站得住，这个不是靠撑，靠那个快，啊，结构啊，我们是拿那个水泥一样的。地基跟石头一样的，所以不需要干。但发生那个根毛能够吸收最这个最放进的啊，那个地底就是30公尺的，所以用前瞬间放气，就差不多一尺左右的那个孔穿了，就上深浅两层的这个孔孔，就是这样而已，非常简单。啊，那这样的话，树木那个根能够那个非常，光合一个存活率有多少？它假如不会受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它有兴趣，它已经100多个，100多100%啊，它也有失败的，但是它不是那些，因为我们很多官员跟讲的啊，官大学问大，他是女士啊，教授讲他不听。他说：“教授，你的老师没有教你吗？老师，那个树有多高，深根就有多深，你还不懂，然后教进那个教授，我们官员都是这样子，所以不是教授，不是我们这正确的这个这样子。那么我们在这个文章所写的，在水底下是一个三孔的那个长树啊，那生病了，当地的老人那个生病。”所以你会想招手，但是甚至先抢出去，赶快解决掉。还有一个对啊，对啊，啊，那么这样，我刚好我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我就说，我们说平常做很多十二个公益，这个这个相信是很好的机会啊，而且所以老树呢，保护老树呢，保护台湾的这个在地文化啊，因为很多这个。在乡下地方，像一些那个树木、神树啊、神木的哈，有的人们称为神，拜拜，或者说拜他为这个，给他收养个气势啊，可以变啊，哎，啊，有树木生病的话，当然会很难过。啊，你给他把意识好，我那个把那个解除他的精神寄托的状态，那一定会很高兴。所以我这人连到我们游泳社，水里的游泳社，跟他，他们会。半天的时间，把这花了8520块，对，就是啊，我们雇那个用卡车，租用那个机器啊，还有买一些这个肥料，有机肥料啊，还有一些那个必要的器具，其他的刚刚啊，还有买一些器具，就是这样啊，很简单，反正事情呢，以最简单的方法。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是最完美的事情。这是一个商人，但是要有法律要求，而不是我们遵守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也希望把以这个正确对待树的这个方法，能够推广到过去。啊，无论救树之方法，就在这个前提之下，接受刘教授的建议，也在鼓励我们的成立了。
下次我们在那个网站上写一下，下次有什么就跟你们通知一下。我们是不，我们是一个月只能够做一次。一个月做一次。对对对，我们都是这个自愿自动。那至少你可以告诉他们这个。对，我会看看这上来哈。我也不是，我会吸收我的一笔费用。我们医院是我们全国各地的服务人社都能够各个地方各省都可以，那我们可以提供这个技术的这个事，那很简单的道理，不要大动干戈，不要啊，会去那个花费多大的金钱，对，对，但是我们爱树啊，保护树，那些人都有一个措施，就是爱心，事事如爱心。我突然想到可以去跟林务局说，因为林务局他们那边有一个那个。这个树，就处理这个事情的单位，就跟你讲，就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了啊。是是，台中大坑有一个700多年那个大枫树，什么台湾大学的树木医生的，啊，医了好久，要花多少钱？你现在是 A 利息，啊，啊，真的是 A 利息，所以这个我也不好讲说怎么样，不应该。可以试试看，好，可以试试看。不要大费周章啊，就很简单，就能够做好的事情。跟大家说，就是讲，我希望能够把这正确的知识广为流传，让好多就是社会人，全国台湾的老师很多嘛，是吧？而且靠近民间，那么现在中央化了，大家都在市里做了很多那个人工设施，就是爱心施主爱心。尽量让自己自然，谢谢你，谢谢你，我想要去听现在音乐会了啊。OK。哎呀，你看倒了，你看倒了。啊。刚刚那个有一点倒。没有拍照。